早晨。啱啱呢個係我新作品嘅表演，咁呢個新作品係直態做緊嘅，咁係我連名都未定到嘅。咁我就可能同其他嘅就者有少少分別，因為我嘅作品大部分都係裝置藝術。咁呢一個新嘅作品亦都係個裝置藝術。咁咁啱佢係有一個聲音同埋燈光嘅一個配合。咁或者可能咧，我要做少少解説先得，因為我可能你見到我頭先喺我頭嗰度行嚟行去，其實唔係好知道發生緊啲乜嘢事。咁或者咧，其實新媒體藝術之間，我會可能講少少啫。我成日都有人問我究竟我喺度做緊啲乜嘢，因為你頭先已經唔知道我喺度做緊啲乜嘢可能。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新媒體藝術嘅好好嘅解釋啊，就係俗稱嘅斷片啊。OK。咁因為啱啱就斷咗啦，咁成日都有呢個嘅唔穩定性，咁因為佢做緊，我仲可以賴佢啊。頭先你一開始嘅時候咧，我未上台之前咧，我播咗條片嘅。咁嗰條片其實咧見到我喺個街頭上邊有拍到一啲嘅片段。咁嗰啲街頭上面拍嗰啲片段，其實就係你見到而家我呢一個裝置裏邊嘅菲林嘅拍攝嘅過程嘅。咁而我今次喺呢個 TEDxKowloon， 我專登拍咗一系列的菲林就是在这里里面，分别来自旺角、尖沙咀和铜锣湾。但是旺角、尖沙咀和铜锣湾这几样东西其实就不是乱拍的，而是我拍了一个光害的地方，我亦都是专登拍到是一些，即譬如之前我们见过报纸有介绍到，就是有报道到就是 Forever 21的门口去到凌晨三点钟都还在开着那个LED screen。 那我就专登去拍了这些这么奇怪的光线。那这些奇怪的光线甚至乎奇怪到怎样呢，就是它有节奏的，即我们不应该见到我们的灯光有节奏的，但是它见到有节奏，即是在那条街那里的灯光。咁或者我有少少嘅示範啦，咁因為呢個斷咗，咁所以我唔係好示範到，咁或者我示範一個正常嘅俾大家睇下。咁因為我呢個裝置咁其實係一個以一個舊式嘅放映機作為一個藍本嘅樣式，咁而佢中間呢一度咧係有一個我叫做感應器啦，感應到我菲林裏面嗰一格嘅片段裏面嘅一啲嘅顏色嘅分布同埋成個畫面嘅分析嘅。咁而將呢啲咁樣嘅畫面嘅分析咧，會轉成咗頭先你聽到嘅音樂。譬如佢而家仲係一路轉緊啊，咁我而家咧，我嘗試 trigger 一個掣。或者我需要呢個聲音嘅。咁而家我就手動啦。咁但係頭先咧，其實我係會即係佢會自動咁樣去運作。咁而呢個手動，你啱啱聽到呢一下，啱啱呢一下就同之前我第一下撳咧係有少少分別。而你聽到嘅而家呢一刻嘅聲音咧，正好咧就係嗰一格好 specific 嘅嗰一格嗰個嘅影像嘅聲音嚟嘅，即係我哋喺度聽緊一啲嘅影像，又或者我哋睇緊一啲嘅聲音。咁其實我成日都有人問我，究竟我做新媒體藝術其實做緊啲乜嘢咧？咁其實香港嘅新媒體藝術家，即係除咗我或者陣間你見到嘅阿梁基卓同埋阿 Henry Chu， 其實做緊啲乜嘢咧？咁或者我可能咧我要去翻我個 PowerPoint 啦。因為咧，我諗最近 TEDxKowloon 有記者訪問，又或者之前嘅記者訪問裏邊咧，都會成日問到新媒體藝術有幾新，或者新媒體藝術有幾藝術，又或者其實仲誇張啲就係新媒體藝術我點定義咧？我成日都會講嘅，我自己其實一路喺度做緊嘅 transformer， 咁即係當然唔係我自己喺度變形啦。咁而係我成日將一啲嘅能量咧，係喺度互相轉換嘅。即係譬如我頭先咁講，我哋而家其實係喺呢個裝置裏面，其實我哋有少少係聽緊聲音。但係你平時咧係即係當然係聽聲音啊，但係我哋係喺呢個裝置裏面咧，我係會聽到一啲嘅影像，又或者睇緊一啲嘅聲音嘅。咁好多時候我哋新媒體藝術成日都會由一樣嘢轉去另外一樣嘢，由影像轉去聲音，由聲音轉去影像。咁其實好周星馳嘅件事，咁大家都應該見過呢個畫面啦，國產007，即係佢表面上係一樣嘢，實際上佢係另外一樣嘢。咁其實我哋香港成日都做緊呢啲咁樣嘅嘢嘅。
就包括新媒體藝術其實都係做緊呢啲咁嘢。咁表面上佢係一部放映機，實際上其實佢係一部即係你可以叫做樂器啦嚇。咁即係當然冇咁灰鞋嘅。頭先我可能即係再表演灰鞋少少嘅話，就有收到呢個咁嘅效果。或者其實我解說咧，我成日都會借即係一位朋友名和電機咁啊，社長咧其實成日都講呢一樣嘢嘅就係咧，佢嘅作品咧成日都係喺度做緊一啲嘅能量轉換嘅。咁譬如佢呢個系列嘅樂器咧，其實咧佢 keep 住都係將一個嘅電量變咗做一個嘅動能。可唔可以幫手播一播片？仲未好熟習呢一個高科技嘅電子零件啦，我 OK 係啦，就翻返去周星馳，大家都好貴周星馳。OK， 係，即多麼的尷尬喺我台上邊。OK， 或者不如我去下一張啦。唔係好解説到，咁但係咧即係頭先如果你有見過明和電機嘅一個系列嘅作品嘅話，其實佢會係將一啲嘅電能，即係佢日本嘅110伏嘅電能咧，會變咗做呢一個嘅動能啦。咁然之後做一個敲擊，咁然之後通過嗰個敲擊去創造一件樂器出嚟嘅。咁咧佢我會稱之為呢一個叫做能量嘅轉換，由電能變咗做動能。由動能變咗我哋聽到嘅好優美嘅聲音。咁但係如果能量轉換嘅話，咁燈膽會唔會係一個新媒體藝術咧？又或者會唔會係一種即係我叫做電子藝術咧？咁其實當然喺個轉換過程裏邊咧，我哋會需要到一啲嘅概念嘅轉換咧，先至會構成到我啱啱所講嘅能量轉換而成為一件嘅作品嘅。咁這個呢個是我上年的其中一件作品，就是其實是我個城多媒體的城市的系列的其中一件作品嚟嘅。喺呢件作品裏邊咧，我收緊一啲嘅城市嘅信號，咁將呢啲嘅城市嘅信號咧，去變咗做一個嘅動能，就當佢咧係收到去一個即係我哋平時有好多手機啦，不停咁樣上緊網。咁當每一支我裏面嘅一個機械嘅裝置，當佢收到佢一個佢頂唔順嘅 level 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變形。咁而呢個變形咧，亦都係代表緊亦都代表緊嗰個信號咧已經 reach 到咧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 level 啦。咁而呢個 level 咧，會令到一個城市嘅節奏或者城市一個形態去改變。而呢個就係我上面嘅其中一件作品，亦都係關於城市嘅一個系列嘅。咁新媒體藝術好得意嘅，咁成日啲嘢都好唔完整嘅，咁唔完整唔代表佢係未完成，即係譬如呢一個就叫做未完成啦。咁而唔完整嘅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咧我哋好需要咧係有人有觀眾去加入咧，先至構成到一個完整嘅作品。咁而頭先主持人都介紹過我嘅其中呢一件作品咧，就叫做 Moving Mario。咁Moving Mario 係喺2007年嘅時候做嘅。咁我嘗試去揾翻呢一個媒體電子遊戲呢一個媒體嘅最基本，大家有玩過 Mario 啊嘛？應該 Mario 本身你係控制緊啊 Mario，OK？、Okay? 咁但係其實你係從來冇控制過，即係如果你翻去嗰個遊戲設計嘅本身，你以為你控制緊，但其實你又冇控制緊，嗰個感覺超級奇怪。咁於是乎我將成個過程去顛覆。咁當然，而呢個過程如果冇觀眾嘅加入咧，其實係唔會構成一件完整嘅作品嘅，係必須要有觀眾嘅配合，佢行喺我個作品前面咧，先至完成到呢一件咁樣嘅作品。頭先我講過觀眾嘅作品啦。新媒體藝術嘅作品通常都會有個咁得意嘅地方，就係其實個作品唔屬於作者嘅，大部分時間係屬於觀眾。咁個觀眾入到去個作品裏面咧，個作品就會係一件觀眾嘅作品。譬如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我自己嘅作品咯，《城市閒蕩交響》，其實都同城市有關係嘅。咁嗰陣時就有呢個嘅荷里活爾芬宿舍，咁賽馬會就做咗一個展覽，就揾咗唔同界別嘅藝術家咧去思考中上環呢個咁樣嘅地方。咁當其時我即刻其實已經即刻諗到係城市規劃，因為就快即嗰陣時係仲討論緊究竟要拆唔拆，要活化淨係唔活化呢件咁樣嘅事。咁於是乎我就嘗試將呢一個城市嘅規劃咧係交翻俾觀眾去自己去決定。我有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就係嚟自 Walter Benjamin 嘅。咁講緊一個城市嘅閒蕩者嘅一個諗法，每一個地方都係屬於嗰位閒蕩者嘅一個自己嘅城市。
咁於是乎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流動裝置，是讓呢個嘅觀眾可以出去出邊嘅呢個城市嗰度去慢慢咁樣遊走，而遊走嗰啲過程咧，其實會送翻去我現場嘅裝置嗰度咧，去演奏一場屬於佢嘅城市閒蕩嘅交響樂。咁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即係觀眾嘅作品啦，佢冇一個固定嘅形態嘅，甚至乎譬如我頭先嘅呢一個信變嘅一件作品。咁又或者咧，我另外上年其實非常我自己一個非常中意嘅作品，而我都好少做咁細件，你即係你見到我咁大壇嘢。咁但係我上年我做咁多件作品最中意嘅叫做 Light Up 嘅，就係幫國際特赦組織佢50周年嘅其中一件作品。佢關注嘅議題就係 Light Up。Light Up 喺裏邊其實佢最關注嘅人權嘅問題咧，而唔係我哋其實人權有好多問題嘅。咁而佢講緊嘅就係貧窮引起的人權的問題，而我在這件作品上其實想大家慢慢去走近，而做到 Light Up 這個這樣的效果，而可以去改變一種固定的形態。我在這裏面呢，其實就是改變一個蠟燭的形態。其實你可以願意靠近這個這樣的議題的話，其實你可以改變現在的狀況。這個就是我這件作品想做的事。咁呢段片最後咧，其實我哋會見到成個展覽嘅過程裏面其實都有唔同嘅變化，蠟燭亦都出現咗唔同嘅形態喺度。咁其實翻去最原本，其實新媒體藝術有幾新咧？其實我覺得我嗰啲嘢唔係好新嘅，我啲嘢舊到死嘅。你睇下，仲會斷片添。OK， 咁呢個舊式嘅放映機其實亦都係一個相當之舊嘅運作嚟嘅。我唔會覺得新媒體藝術要以一個新高科技去諗我哋嘅創作嘅手段，反而係創作嘅過程裏邊，譬如我頭先講嘅能量轉換，那個能量轉換裏邊嘅概念，其實先至係我哋創作嘅重點，而唔係科技的重點。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創作嘅時候，其實我盡量都我哋盡量都會想回歸到自己身體嘅本身。我自己唔係好中意玩嗰啲 kidnet 嘅遊戲，即係凌空，然之後喺度揈咁，就好似有啲嘢發生緊，但其實就好虛擬。我比較中意啲實在啲嘅嘢。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經驗。咁我以前因為我以前喺城大教書好多年，咁樣即係我哋呢班低級嘅職員咧，就會喺下邊嗰度食飯啦。咁咧喺嗰個嘅課喺呢個職員室裏邊咧，即係呢個講師室裏邊咧，咁我就嘗試咧就叫隔離位同事喂，不如食飯啦咁樣。咁好有型嘅，佢叫我食飯咧，會用一個好有型嘅動作，就係 MSN， 即係嗰陣時。咁隔離位嘅啫，就喺對面嘅啫。咁啊叫我食飯啊，好啊。咁我有幾次我都答翻佢嘅，好有心機，因為我見佢用呢個方法，咁我用翻個方法同佢溝通啦嚇。咁但係有幾次我忍唔住啊。我就起身行埋去同佢講：，喂，好啊，不如食飯啦咁。咁佢望一望我，然之後即係繼續佢低頭繼續準備佢嘅 notes 啦嚇。咁然之後我就翻埋位，咁我就收到佢嘅 MSN， 佢話俾多5分鐘我。喂，好神秘一件事嚟嘅。咁而之後我自己開工作室咧，我請一位同事咧，佢都係咁同我溝通嘅，即係喂，不如呢件事咁樣做啊，從來冇溝通啊，食飯嘅時候咧，大家就叫低頭族啦嚇，望住個電話。咁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哋必須要咧係啊，其實我仲有隻 slide 嘅，我知道 time's up 啦已經。我成日都用呢個形容詞嘅。我哋而家咧新科技或者即所謂嘅高科技嘅嘢咧，成日令到我哋要用 MSN 去同隔離位溝通，而冇面對面嘅接觸。甚至乎可能有一日咧，我哋嗰啲五官啊五感咧都要被再培訓，然之後先至可以做到咧。喂，不如食飯啊！然之後就答一句好啊，係聽到嘅。OK， 咁當然即唔係用嗰部電腦再發聲。咁而上年非常之或者今年啊非常之好嘅就係有好多嘅青年去身體力行去做一啲好實在嘅嘢。而嗰啲嘢佢冇用 MSN 同大家講，佢可能用 Facebook 同大家講，但係佢用埋隻腳同大家講，我哋唔要啲乜嘢，又或者我哋想要翻啲乜嘢。譬如我哋想要翻個校園，我哋唔想要某一種形式嘅教育。而呢啲咁樣嘅動作咧，全部都唔可以係只係利用 MSN 又或者 Facebook 咁樣去傳送。於是乎，新媒體藝術又或者新媒體嘅科技，我哋而家活在嘅世界裏邊，雖然有好多虛擬嘅嘢，咁但係我都好希望大家真係揾翻一日，搭翻你隔離嗰位同事，起身答，好啊，不如一齊食飯。多謝各位。